行不会，没有，我们就不会，我们行不会哦。哪有人这样问法？他这样问我哎、欸，害我一头雾水。你要拿鞋子出来，有没有鞋子比较大？鞋子距离，对啊，靠款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们之前有个客人，那个客人连续来了5年，嗯，哈、哦，连太阳都没看过，或是看到雾。哦、然后我说那个、啊，我说客人就说为什么他来都是，你们这边都没晒都是看到雾，这样没有看到就是其他。嗯、我说阿布兰这边为什么叫观雾嘞？就是叫你来看雾的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观雾。真的。可是我们今天有看到日出啊。对呀、啊。我看你那个日出拍的很漂亮。对啊，很漂亮。因为这边的天气千变万化，没办法那个。其实让你感觉好像已经5、6点的感觉了。现在、啊。对啊，其实狗看时钟才3点多。3点多。我帮你清，我不是要把这个丢掉吗？那你清那个屑屑那么多。你也坏一个太阳吧？那你对了。